你们不愧是东亚病夫啊！
非常严重，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，我们无法靠近白念生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做好。笨蛋，你们埋伏那么久就是为了引出他们，可等他们来了却在你们面前脱身，咬你们有什么用？加藤先生，快把他送去医治，他受的是内伤，需要调养。嗨，他们有多少人？很难判断，当时很多围观的人也加入进来，场面非常混乱。不过加藤先生，当时我看到忠义堂的人也加入了进去，只是没有看到唐四爷。什么？好啊，他们一起来了，在你们最松懈的时候出手，这帮狡猾的家伙，我一定要忠义堂付出代价。加藤先生，您下命令吧，这一次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中国功夫痛打日本武士，卖报卖报嘞！卖报卖报嘞！哎，给我一包，卖报了啊！中国功夫痛打日本武士，卖报卖报。